当我假装和女友闺蜜关系不一般时，今天怎么开这个车呀？这个车开着舒服呗。哎呀，我都饿了，我们去吃饭。碧如，你要不坐后面？为什么？我等会儿要去接个人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谁呀？你闺蜜莹莹。我说你为什么开这个车来呢？你早有预谋啊。哪有，这么开着舒服，有激情嘛。所以我才开的。烧过的哈哈。哎，你就坐后面去嘛。那莹莹坐后面，她晕车。生气了？没有啊。那我开车走了哈。嗯。你在干嘛？不是，比如你要不要坐前面来？这不好吧，我坐前面，人家莹莹坐哪？我可以和他坐后面吗？你跟他坐后面，意思是让我给你们两个当司机呀？这也可以呀。那啊啊！哎，你哪儿去啊？生气了？啥呀？你不让我开车吗？我们换位置。嗯，哦。哎，碧如。咋了？轻点关门好不好？哎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关这么重的门干嘛？你是不是车了？哎呀，放心，安全的很，放心吧。哎，这车门关的我心疼啊。碧如，你等会儿开的时候多看四周，听见没？多用360度全景观察。知道了。Later。走吧，到家了。啊。哎，不不不，哎，小碧如，这好像不是到我们家了吧？都到谁家了呀？啊？好像走错了，快点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走错了是什么东西啊？就开错了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记录女友一个人在家的样子。碧如，我要回公司一趟了。啊，那你多久回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尽快好不好？我先走啊。是不是很危险？但事实是，连空气都不一样了。哦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拿你的口罩，我忘拿了，快帮我拿一下。啊，我回来了，你回去了没？啊，我回来了，可以吗？很快的啊，快快快快。青草地需要浇水。我都跟你说了嘛，他回来之前要打电话，你担心什么嘛？我不管，我跟你说了，就这不让我跟你玩，我说我带你出去外吃东西。嗯，我自己点外卖也可以。虚惊一场。Later。 哎呀，莹莹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做清洁。对呀，我做了一下午。啊！有点累。哎呀，辛苦了，你给我来坐啊，我喝口水。爱你，爱你。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。碧如，吃饭了。小月，哪个还在啃淘宝哦？那个把饭吃了噻。哎，我最近减肥，我不吃外卖。给你吃嘛，他不吃完的，被狗都弄好了。走，小梁，我们去吃。阿姨，我觉得碧如这样不行啊！你想，他这么瘦，啥都没了，瘦的。咋的？不是我的意思，他这样不好，对身体不好。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让他乖乖吃饭。淘气来了，阿姨，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啊！什么意思嘛？小雨他喜欢吃辣的，你弄得恶心了，他愿意吃吗？那你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说我做的菜不合他胃口吗？让他阿姨说我做的菜不合你胃口，让你在我家受委屈了吗？那我现在去做两个合他胃口的菜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不用，妈，我挺喜欢吃廖妹子做的菜的，真的。还是才能个
清淡的吃下去啊。最近流行吃清淡的呀，养生嘛。嗯，好喝。那我去给你盛碗饭嘛。不用谢。那比如说八开始。阿姨，刚才确实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太冲撞了。这样，我给阿姨你买件大衣作为冬装嘛。不用不用，没事。哎呀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说了不灵呐。这个我肯定不能听啊。比如说你赶紧劝劝阿姨，让我来买。要不我来买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也觉得还可以，那你给买给阿姨吧。咋了，碧罗？你就是没事是不想买吗？哎呀，没事，我来买就好了呀。没有，我只是看一下没哪一件比较好。哎呀，纠结啥嘛，不买了。当我假装看到前女友，松开女友牵着的手时，你干嘛呀？松手干嘛？哎，我手出汗了，等会儿再牵。我又不嫌弃。哎呀，碧罗，等会儿再签嘛。怎么了嘛？没怎么，我们先去逛一下其他地方好不好？我们先不逛这儿。你是不是在躲谁呀？哎呀，没有，你别看了，真没躲谁。你说。哎呀，就一个陌生人。陌生人可以牵手怎么了嘛？哎呀，熟悉的陌生人。哦，你前女友啊？在哪儿呢？哎，你不要逛好不好？他看着我们呢，啊。他看着。牵着吗？哎呀，我们看、啊、快点。碧罗咋了？亲我一个啊，这么多人呢，我亲你干嘛？让你亲就亲吧，真的是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就是喜欢啊，不搞哪儿去啊？又在他面前再亲啊。当我故意套路除了吃就是睡的女友运动时，喂啊，我现在不太方便说话，那你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。哎，咋了？你大叔追着我干嘛？没有，我就一个朋友让我出去一趟，没事你自己玩啊。好戏来了，我看这个嘛，我充电器在哪儿啊？那儿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哎呦，你上去干嘛来不及？这还干了什么证啊？然后都出去开个小房间。什么？我取外卖就仪式感，仪式感。取外卖？你把我当傻子耍呀、啊？没有啦。我在家待着。我在哪？我去哪？我很快就回来，你给我待着。啊。运动开始了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去。没有啊，取外卖。不会吧？我买的车厘子，哎，你是不是没找到呀？那我自己再去找一下。不行，你给我在家待着。车厘子是吧？我再去看看。哦。第二次运动开始了。你回来了，取到了吗？啊？这是什么车厘子啊？对啊，两个四一个呢，恶心死我了。嗯。这就是你还给我吃了，心疼你这叫羞辱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累着了啊，那我下去取快递去了啊。啊？咋了？又要去取快递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心疼你，你呢在家里面继续玩，一起玩去。可以，那等我回来再玩呗。我先取快递去。那回来一起玩，我先跟你一起去。啊！走啊！好呢。好呢。我拿快递着急啊，赶紧赶紧。累的哦。好累了呀，比如说。没有啊。哦，哎呀。我钥匙掉了，完了，我肯定放快递站了，我先去取一下啊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站在这里别动，我去取。Later。喂，碧罗。人呢？我找遍了，快递站都没有钥匙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家里面呀，你刚走我就想起来，家里面不是密码锁的吗？我就先回来了呀。啊，世俗同样，男人无惧无畏。